大家上午好。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0点呢，10点还早吗？在我们北方，10点都快中午了。感谢加入粉丝团的家人们，感谢周连城，谢谢，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丫头一天比一天妖孽，丫头一天比一天妖孽，哎呀，我就不是要博取你们，博取君王一笑嘛，古代的女子是博取君王一笑，我是博取粉丝一笑。今天这个装扮害羞啥？看到我你还害羞？真是的。我现在越来越有创造力了，我都会自己啊，我都会自己整整衣服和发型。丫头天天迟到，在我们厂里边肯定被工资都被老板扣光了。那如果我是老板呢？我为什么要当员工？我要当老板，我要做涨工资的那个人，掌控工资的那个人。琴弦还没买呢，今天才能买，还没买呢。对，我先告诉他们把琴弦给我发了。
好了，我让厂家帮我把那个琴弦给我发了啊，不然的话那个琴弦真的是没有备用弦了，没有备用弦了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今天有李清照的潜质，我理解的潜质。哦，我的哇塞娘娘，你能告诉我那两个字到底读啥吗？你能告诉我那两个字到底读啥吗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名字应该怎么读。谢谢，欢迎福爷，感谢妍希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王兆清姐姐，对，我是现代版的王兆清姐姐，全一天下不可以的了，现在刚开场谈不了，不能谈大招，我们要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谈好吗？感谢我，欢迎我榜五哥哥，我五哥在吗？五哥吉祥啊。吉祥安康，欢迎遇见小恩，谢谢，感谢点亮。我哈预计今天咱们家应该是这个不会来神秘人哥哥，也不会来大哥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那个就要靠我们这个自力更生了。今天就要靠我们自力更生了。读掏物啊，哎呀，这词儿！欢迎唐卡哥哥，唐卡哥哥。感谢恭喜我们的青海长云，恭喜粉丝团升级，恭喜你！我这耳机好像有点不太好使。向明朝卖杏花，这是杏花吗？对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感谢果哥，感谢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关注。丫头，老板好，小莫给你请安。老，没听懂你说话的意思，你是在给我请安吗？那个你好，怎么不搭理人呢？没有呀，因为吧，其实大家要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哈，我一个人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家人们，公屏啊，只是跳着看，不能每一个人说话我都能看到，也不能每一个人说话都能回复到，但是呢，就是说，我看到了，我就会回复你们，饕餮，啊，那个是饕餮。第二声，哎呀，不知道他那个名字咋读的了。滚动背景，我不是卖背景的，这个背景是我们团队给做的。我没花钱，别人花的钱，不知道。我手受伤了，前两天受伤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给大家来一首开场曲吧。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就给大家弹一首《痴情种》。对，你说话就行了，我认不认识你无所谓，你认识我就行。饕餮大餐，你看我像不像？我是不是饕餮喜欢吃的那个食物？
感谢蚊子哥哥的阿拉丁神灯，阿拉丁神灯，啊，我是你的灯芯，有愿望请许愿。阿拉丁神灯，感谢蚊子哥哥，谢谢谢谢，啊，感谢我们的这个那俩字不认识的那俩字。谢谢我这个的阿拉丁神灯，感谢小楼一夜听春雨哥哥，谢谢，感谢，再次感谢十二，感谢十二哥哥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撩一下，
好漂亮的神灯，那个神灯就是它的那个坚持的时间太短了，特效的时间太短了，唯一的就是特效的时间特别短。一首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，感谢东北女人在日本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欢迎威尼斯眷恋，一首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。
欢迎我清风如故事哥哥，早上好。欢迎陌生人，感谢陌生人哥哥，谢谢送来的皇冠，谢谢陌生人哥哥，再次感谢文字哥哥，谢谢，感谢文字哥哥的阿拉丁神灯，欢迎紫虎叔叔，欢迎紫虎叔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那个明哥，明哥，还有我们的孟夕颜小姐姐，谢谢。这个美人还能坚持弹奏，能的。我看到有朋友们关注了，欢迎终于醒了，感谢，欢迎欢迎你，感谢竹笛爱好，谢谢你的关注，谢谢，感谢竹笛哥，谢谢小雅，感谢小雅妹妹，感谢关注，谢谢谢谢。这首曲子，这一首曲子叫那个。爱江山更爱美人啊，送给大家。来一声，愿做一朵莲。心发涌在脸，花开花
莲，不是，这个叫愿作菩萨那朵莲啊，两个曲子不一样。这首曲子叫愿作菩萨那朵莲，愿作菩萨那朵莲。谢谢，感谢关注的家人们，谢谢。感谢欢迎孙齐天大圣哥哥，谢谢。欢迎赫赫，感谢润生哥哥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感谢真龙，感谢关注，感谢藏飞哥哥，感谢关注。欢迎黄甫山雀哥哥，谢谢。欢迎0593，感谢关注，感谢秀堂潘秀堂哥哥，感谢加入粉丝团79821名粉丝团成员，谢谢，感恩大家的关注，谢谢。欢迎遇见，欢迎夜雨商，感谢您的关注，谢谢。感谢墨染，谢谢关注。咱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:30啊，每天上午的10:30。10:30。感谢铁哥，感谢关注。
一首不变的情缘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我看到又有新朋友关注了，一看到有新朋友关注我，然后我就特别的兴奋，特别的兴奋啊！一二哟，呀一二哟，感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。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新朋友啊，我是来自于那个东北三省那嘎子的辽宁人，所以啊，我说话的口音就跟唱歌的歌唱家是一样的，可能是唱歌的时候会比较普通话，然后说话的时候就比较家乡味儿比较重，所以你们得适应啊，适应，我的性格和古筝是不符的，一定要适应啊。谢谢，感谢虎哥，感谢虎哥08013，感谢关注，谢谢，感谢自由飞翔，感谢关注，感谢元宝哥哥，感谢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友哥，感谢关注，感谢鲍小兵哥哥，感谢你的关注，谢谢，感谢鲍哥，想到鲍鱼了，正在唱的，对，叫刚才那首曲子叫忘了，不变的情缘啊，叫不变的情缘。好的，我们下一首曲子叫《渡红尘》，口音像小沈阳一样样的，小沈阳。哎，《渡红尘》，感谢强哥，感谢强强关注。
古筝王静文妹妹，我是古筝王静文，叫我王静文妹妹，或者叫我静文妹妹。欢迎周记，周记楼房专业防水不漏，欢迎你。恭喜清风一只鹰，恭喜粉丝团升为十级，恭喜你！感谢小明哥哥，感谢分享直播间。咱们灯牌还没有点亮的家人们，不要忘记点灯牌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点灯牌，左上角的黄色的心点开，然后我们把灯牌点亮一下。感谢欢迎帕帕，早上好。再次欢迎周记周记楼房哥哥早上好。欢迎刀剑如梦哥哥，早上好。欢迎少帅相伴一天，一天天天一天永相随。欢迎林峰哥，辽国的公主。欢迎白玉，欢迎你。欢迎精彩，欢迎摩西。我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哈，这个打扮的这个装饰可能有的时候会不相匹配，但是绝对是原创，绝对是原创。欢迎宇宙之光，欢迎用户33384哥哥，感谢你的关注，谢谢。文字哥就不要发呆了，你可以做做仰卧起坐，你可以做做仰卧起坐，精神精神。静文，你的打扮特别的美，要支持我的打扮，然后每一天都会给大家这个不同的视觉感，不同的发型，不同的感觉。哎，下一首曲子，一首经典的老歌，叫《望乡》。你做个俯卧撑吧，哈哈哈，可厉害了！你可以学学滑雪。
文泽哥哥，你能不能给我来一段360度的雪橇360度的那个躯体辗转飞的那一种那个动作？你从天上转360度圈，你再下来的话肯定不会困呢，啊，肯定可精神了，肯定今天榜一站的妥妥的。哎呀，那个飞往360度辗转那个吧，它跟胖瘦没有关系啊，跟胖瘦没有关系，它是跟那个灵活度有关系的，跟关节能不能散架有关系的。优雅的旋律超级好听，感谢 HGM， 第一次来到 HGM 是第一次看到我直播是吧？然后咱们不要忘记啊，如果觉得好听的话，咱们不要忘记点关注。刚才有个朋友说了，你真的好难找呀，上次与君一别，再就找不着你了，所以一定要点关注，你不点关注就找不着了，点关注都找不着，你别说不点关注了，你就像三路十八弯的时候，我真的就像三路十八弯一样的，你转过了一个弯，如果没跟上我的脚步，下一个弯你就看不见我了。感谢野哥，感谢关注，欢迎青山绿水大哥，早上好，早吉祥，欢迎草草姐姐，早上好，谁能娶到你真的是三生有幸。白玉哥哥，我就一直在等那个三生有幸的那个人，但是他就是不出来。白玉哥欢迎人在他乡，早上好，白雪公主与猎人，哎，你猜我能不能打过猎人？欢迎小周，早上好，路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感谢苦中作乐哥哥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找你好难找呀，自从那天过后一直都找不着你。记得每天上午的10点来找我，几乎10点半你都能看到我，10点半之前都能看到。欢迎山林客哥哥，谢谢。感谢恭喜我们的温文儒雅，恭喜粉丝团升为6级。欢迎林峰哥哥，好听好听好好听。欢迎彪哥，我是彪姐，只不过咱俩的彪不一样，你那个是标准的彪，中标的彪，我这是彪彪呼呼的彪。我们东北人经常夸一个人傻都会说彪，我是彪姐，是彪哥，还在冬眠。对，蚊子哥马上要苏醒了，在这个春天春日的气息里边，那个什么斜阳带着微微的清风，在这个春天绵绵不绝的这个春风里，万物都在复苏，小花小草都在复苏，所有的生物都在蠢蠢欲动，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昆虫都在蠢蠢欲动，美丽的生命就要即将开始了，蚊子的翅膀即将要绽放。我们老气横秋，你是说我老气横秋吗？360度，对，360度转体。这个姑娘怎么是东北的？看着像南方人。我说了，就像那个有就是唱歌的那个歌唱家，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都是很标准的普通话，但是呢，就是那个线下跟你们聊天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方言就会出来，就是唱歌的时候、表演的时候和现实生活中说话的时候是两种感觉。啊，语言暴露了我的方位，彪，对，就那个彪带仨撇的那个彪，大彪。听到猫哥哥，你现在都会我们东北方言了，把东北方言表演得淋漓尽致，大彪子。妈呀，我觉得吧，我在直播，我应该吧，啊，应该再备用一件那个我们东北的大花棉袄，在跟你们说话的时候，我就要把那个棉袄给套上，那个花棉袄套上，不然的话太影响我的形象，不是太影响古筝的历史了。谢谢，感谢，恭喜前下粉丝团升为10级，来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再弹一首好听的曲子。却没有色彩，花棉袄不好看，好看，
你看谁穿，棉袄不好看，我穿的就好看，在你的眼里更好看。我爱着他，但他却爱着另外的人。谢谢石头哥哥，感谢石头哥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还有冰雪奖杯，感谢静慧送来的冰雪奖杯，感谢叮当猫哥哥，谢谢送来的雪帽，感谢阿龙哥哥送来的玫瑰花，谢谢，感谢瑞丽家房姐姐送来的小指头，谢谢，好听哈、啊，哎呀，嗯，感谢月夜冰月夜哥哥。借着你这个名字，我们弹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啊！借着你的名字弹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。Thank you.
这是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，《春江花月夜》。东来佛哥哥，我们现在暂时不弹古曲好吗？我现在这个调暂时弹不了古曲，古曲在 D 调或者在 E 调上面。暂时咱们等一会儿再弹古曲吧。感谢石头，谢谢，感谢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谢谢，感谢庄一华，庄一华哥哥，欢迎追寻哥哥，追寻哥哥送来的礼花筒，感谢追寻哥哥送来的礼花筒，感谢，还有那个墨镜，谢谢，感谢瑞丽家房姐姐，再次感谢，感谢，心有灵犀，还有幺幺九三哥哥，感谢庄一华，庄一华哥哥，谢谢，咱们古筝呢经常的调调会跑音，所以咱们大哥大姐们，咱们那个都理解一下。感谢干的不赖，感谢关注，谢谢，感谢沉默是金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咱们友谊听歌啊，在下面咱们这个尽量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啊。谢谢，恭喜东来佛哥哥粉丝团升为八级，恭喜，欢迎东方夜哥哥，小工具，欢迎东方夜哥哥，欢迎回家，今天可能又要断弦了。我没有备用弦了，不能再断了，再断了真的没有弦换了，这两天都播不了了，而且现在吧，很多的厂家的那个琴弦都已经断货了，没有货，发不了货，只会好听六六六。哎，咱们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，咱们左上角的关注记得点一下。今天没有人吵架吗？不能吵架啊，那下面别吵吵了。琴弦断货断，你看，没有货。
我只在乎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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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这个小楼哥不是我，我可以说你们都是现在听曲子听时间长了，都是专业人士。就是哪个地方稍微错一点，哪个音哪天不准了，哪天弹的没有昨天好，就是一下就能感觉出来。专业的小楼哥绝对是专业的，这一首忐忑弹得太好了。原来你们说的专业是这种专业。对对，太好听了，这首忐忑弹得太好了。对对，原来你们说的专业是这种专业，我没往上看刚才。啊，感谢专业大师，谢谢大师评论。小叮当，小楼是叮当猫，是吗？啊，是吗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哥，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感谢你专业的评判。我只在乎你，是的，那个老那个公。你的名字让人难以启齿。欢迎闲得慌哥哥，谢谢，感谢小楼清风哥哥，感谢庄一华哥哥，感谢有心有灵犀，再次感谢追寻哥，谢，感谢送来的梨花筒，谢谢追寻哥哥。对，你们的耳朵都很挑剔。巧变姑娘我会唱，但是我不会弹，追寻哥。要么就是你换一首我会的，要么就是那个乔变姑娘我给你唱，你看行吗？不会弹就只会唱。老师弹的十分的用心。对，里边的内容我听的是一清二楚。对，你可以啊，那我给你唱一首那个乔变姑娘。应该给我放个小刺花，终于有大哥愿意听我唱歌了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啊，有大哥这点我的歌，哥我倍感激动啊。酒呢？这样的，今天没有。今天没有我的许仙哥哥，我的许仙哥哥没在直播间，所以我不能喝酒。我喝酒有个前提，就是得有董永那样的帅哥，那个许仙那样的帅哥啊，还有那个千女幽魂里边那样的帅哥陪着我才能喝，要不然的话不行，一个人喝多尴尬呀。那玩意儿，那要喝醉了，没人扶的，又是另一个故事了，多尴尬呀！有人扶，有喝醉酒了，有人管，有人扶了，那是一个故事。喝醉酒了，在外边躺一晚上，被别人捡尸了，这又是另一个画面了。所以没有那个，没有我的许仙哥哥，啊，没有我的贾宝玉哥哥，我。不喝酒。接下来给我哥哥唱一首欢迎康美之恋，这首歌好听，叫乔变姑娘啊，送给我的大哥哥。桥边姑娘，鼓掌啊！暖阳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，你抚琴奏忧伤。小姑娘，你眼角在流淌，你说一个人在城墙，一个人你家乡，风花
说桥边姑娘，你的芬芳，我把你放心房，不想让你流浪。桥边姑娘，你的忧伤，我把你放心上，不想让你流浪。尽力了。南阳下的桥头旁，有这样一姑娘，她有着长长的乌黑发，一双眼明亮。姑娘你让我心荡漾，小鹿在乱撞。你说无人在身旁，一个人在流浪，风花模样，你落落大方。坐在桥上，我听你歌唱。我说桥那个醉炫哥，你听的还舒服吗？还得劲儿吧？暖阳下的阴，那个暖阳下我阴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她坐在那个小桥旁，抚琴奏忧伤。桥边她歌唱的小姑娘，叮当在发光。我就在这儿等你呀，等你上个榜。耶、yeah! 啊太好听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哈，得亏呀、啊、我在这手机直播，得亏呀、啊、我跟你们说，得亏现在呀、啊、这个科技网络比较发达，它救了我的命。我为什么说救了我的命？那是因为是这样的，哎，你们想一想啊，如果我现在给道边儿铺个摊儿，摆个琴，放个音箱，前面摆个碗，你说得多少个人围观我呀？你说像我这样的，长得还好看，还有才华。眼神里边还有内容的女人，你说就跟那大街一站，你说得多少人说，哎呀妈呀，我爱你。真的，你别说，我现在直播四年了，那直播四天，那在外边待四天可能都有生命危险呢，可能都有生命危险。那都呼我身上了，都要拥抱我，那直接给我压断气儿了，都直接看见看，直接上天堂看见我的天使大姐了。太难了。碗太小，放个盆，我应该放个洗脚盆，放个洗脚盆，就像我蚊子哥哥洗脚用的那个洗脚盆，用脚盆。哎妈，豆爸爸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这样的粗鲁。对不起，错了。太逗了。不是醉炫哥，你就说你听的舒不舒服吧，大哥，你听的舒不舒服，得不得劲儿吧？我们东北人吧，问问这个兄弟姊妹们，你今天那个
这个开不开心，一般我们都问你今天舒服没，你今天喝的舒服没啊，听得舒服没，得不得劲就完了。哎呀妈呀，太自恋了。不是，明哥在你面前我从来都不用自恋。明哥2020你应该把那个2020改成5050啊，因为在未来的2345未来的三百年里，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在你心中的位置。舒服舒服，太好了，得劲。你这样的追寻哥，你后面应该再打一个儿，得劲儿，那叫得劲儿，不是得劲。得，你看得劲和得劲儿是不是两种感觉了啊？跟我直播间来关注静文，教你不每天教你最新鲜的东北话、东北方言、东北话术。感谢我东莞哥哥，东莞阿龙不能叫东莞，得叫阿龙哥哥。一叫东莞，我咋就觉得那么别扭呢？那个阿龙哥，感谢阿龙哥哥，谢谢阿龙哥。是广东人吗？广东人吗？好嘞，感谢庄一华，庄一华姐姐，感谢送来的那个撩一下那个庄一华姐姐。庄一华是哥哥吗？还是姐姐？是写书法的是吗？有机会请你来直播间给我们的家人表演一下你的那个书法好吗？好，接下来啊，所有的教程都是音乐老师教的。不，有很多的家人问我啊，问我静文呢，你的音乐呀，为什么学的那么，你的音乐为什么出自你的手里边弹的就那么的动情呢？然后呢，为什么在你27岁弹出来87岁的感觉？是哥哥啊，庄一华哥哥，有机会请你来直播间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的书法。然后接下来再讲啊，为什么我这个琴啊，二十来岁能弹出80来岁的感觉，是源自于胎教啊，源自于胎教。其实我在没出生之前的30年，我就已经在我妈肚子里边就开始练琴了。所以刚一出生吧，我的这个基本功吧，就已经超越了30%的人。啊，就事情的经过应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一直吧，我就没好意思说啊，真的，我怕打击一大片。你看有那样人吧，一天吧学古筝学琴的，一天都练8个小时、12个小时、30几个小时的，没用，他永远赶不上我的步伐。我在我妈肚子里边30年前都有胎教的，出生就有30年的功底了，那能比吗？所以吧，你们三生有幸啊，点了我的关注，然后认识我，真的是我有幸，你有幸，大家都挺开心的。嗯，对，这个我们互相关注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啊！就像孟欣妍姐姐天天问我，你的古筝为什么能弹得那么好？这回知道了吧？知道了吧？哎呀，这个没有办法呀，先天性起跑线就比较高，你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不是说谁都能模仿得来的，模仿不了。抖爸爸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。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请你听一下的啊，这我的自我介绍。哎呀，别催了，唱歌吧，我不唱歌，我给你弹琴。我这个人不是，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小女人来看啊，不要把我当成小女人来看，脱口秀开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在介绍我的性格，不要把我当成小女人看。那什么叫小女人，什么叫大女人？小女人是你说什么我顺从你什么，但是我绝对不是这样事的啊，我绝对是跟你们对着干那活的。哎，你让我吃饭，我绝对不会给你做饭的啊，你让我洗衣服，我绝对不得放水的，就这样的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边，我要给你们继续弹琴。啊，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，对。哥，你眼神真好，眼光真好，真独特，一眼就能看穿我。不行了，弹琴吧，一会儿人都跑了。哎，我们来一首《如果爱情可以摆渡》。
那一下碎不碎？哎，就最后那一下，哎，就最后那一下，等一会儿啊。太帅了！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帅的妞？哎呀妈，太好看了！不行了，我都爱上我自己了，那咋整？我都这丫头就是丫头。感谢帅哥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我看见了我兵哥了，我看到兵哥了啊！那个兵哥呀，我刚才在谈这个如果爱情可以百度的时候呀，我满脑子里边啊都是你的名字，不是满脑都是你的名字，就是。就是满脑子，就是眼前出现那个画面，都是你那个大呲牙的那个笑脸。我跟你说哈，你们可以待在直播间，你们就瞅的那个兵哥哈，就是他一来吧，哎妈，今天换表情了，他一来嘴嘴的打卡就是三个表情，大呲牙的那个三个表情，那可嘴嘴的呢。我现在都记不住他的名字，我都能记到他那个表情了。哎呦妈，一来的话，那个大门牙就现呲了一下，给你看一看，你咋的了？你天天告诉我你刷牙了是没刷牙呢？就是别人来那个打卡吧，人家都点粉丝团点关注啥的，那个加个团，然后只要么就是礼物，各种礼物各种飘。他不是这样，他不点，他一来先把门牙给你露出来，给你露三颗门牙，一共加一点三得九，九个门牙，连排三个啊，三个大表情给你先来的。你这天天早上是告诉我你的牙黄了还是咋的？你牙黄了你去洗一洗啊！你给我这呲牙，我又不是护士，我又不是牙医，我给你整不了那玩意儿呢。再不就是啊，再不就是上来就是一个，哎呀，我刚才又出现一个画面，一个跑车，就是保时捷樱花粉的，就是樱花粉是我们兵哥的标志，人家都说了，男人喜欢粉色，一般呢都是比较、风情万种，所以给我们兵哥评价就是他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啊。嗯，对，兵哥是牙疼，天天告诉我他牙痛的，就看见我他牙就不痛了，不痛不，他看见我他牙就通通了，通通了。那是獠牙，对，女。那叫呲嘴獠牙啊！我特别想看看我兵哥在零下47度的时候那个表情是什么样子的。我请你到那个漠河，黑龙江漠河，我请你去玩啊，请你去玩滑冰，我请你路费机票全我包了啊，我就想看看你那个表情，零下47度冰哥的表情是什么样子，那个牙露出来能不能冻上？零下47度，那个对蚊子哥哥，零下47度你是受不了，狰狞的表情，你那个零下47度你受不了，兵哥适合于零下47度，蚊子哥你适合于零上47度啊，你适合于零上47，滑40度，直接给你烤熟了，我吃过烤蛤蜊，但是没吃过烤蚊子。47度，再加2度，50度，差不多吧，就糊了。